这些事以后，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。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水池，希伯来话叫毕士大，池边有五处走廊。在那里躺着许多病人，有瞎眼的、瘸腿的和瘫痪的。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，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很久，你要痊愈吗？先生，水冻的时候没人会把我放在池子里，自己想去的时候总是给别人抢先。起来，拿着你的褥子走吧。那个人立刻痊愈了。拿起了褥子走了。这件事情的发生正好在安息日，所以这些犹太人的官长就告诉那个得到医治的人，今天是安息日，根据律法你拿着褥子是不可以的。那个使我痊愈的人对我说，拿起你的褥子走吧。那对你说拿起来走吧的是谁？那个被医好的人不知道他是谁，因为那里人很多，耶稣已经避开了。后来耶稣在圣殿里看见他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可再犯罪，免得招来更大的祸患。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，使他痊愈的就是耶稣。从此犹太人就迫害耶稣，因为他时常在安息日做这些事。